徽班进京，孕育了辉煌于世的中国国粹。无徽不成镇，无石不成班。此次穿越团成员将穿越回石碑镇，化身京剧小白，做科长生班，成为梨园弟子，体验徽班进京。哇，这是后台吗？等于是，好漂亮啊！看着这儿就有一种想唱戏的欲望，各种兵器呀、啊。曹老板把戏全赶了。这怎么还赶戏了呢？这不糊弄人吗？乡亲们，是不是啊？糊弄人呢？新手入门，他们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搅得后台乌烟瘴气，鸡飞狗跳。我要演孙悟空。都安静点，都安静点，不许喧哗，不许狂叫。你们这个是草台班子吗？虽然自带舞台效果，谁叫杠子来？我今天揍你们，就打你了，怎么着？却不被观众认可。初次穿越便遭遇表演上的滑铁卢，全砸了，都让你们演砸了。后台你犯忌，台上你犯忌，这个戏班啊有戏班的规矩。他们本着对京剧艺术的尊重与敬畏，越挫越勇。哎呀，跟着我的频率走啊！学习绝活，一。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快！手眼身法步，越耍越快，越耍越快，一丝不苟。停！啊！再低头，对，再走，对，啊！啊！呀！开戏！戏台打擂。唱念作答，地球有板有眼。今年进京的就是我们长生版。谢谢各位了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在笑声与汗水中，他们真正体验了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的辛苦。我觉得那个领子就是去转这个头还好，但是真的你扎上这个领子的时候，我才知道那些老艺术家有多么的不容易。教我们学猴戏那个，他只要是给他那一会儿，他整个身体里面就是猴，好像流着猴的血液。但是每一招一式啊，真的都在变。我现在学戏十年，我感觉我自己还什么都不是，我特别紧张。有的时候一上台，我说不行，我一定要先在台上走一遍。哦，不行不行，这个地方我一定要熟悉一遍。如果你不熟悉，如果你出错了，我会觉得这就是给京剧丢人。重新定义演员的意义。别看着眼前这稀里哈拉的，哎呦，有多么的这个绚烂呢？不要看，内心里要安静，要对得起自己这个行当。本期穿越把八位成员再次踏上徽班进京的传承之旅。哪一行呢都有哪一行的规矩，不能外串搭班。曹老板，哎呦，我是刘府的管家。我明天呢
我准得请他到我们家里。我们私下聊，私下聊。什么玩意儿？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把那胖子给我拿下！干嘛呀？带走！唐老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既然到了，可就由不得您了。啊，我们陈老师在那儿。魏老师，就是他们。他们坚守班规，无畏强权。拉救兵来了。以机智化解暴力，此乃义德。您这什么意思啊？程老板有程老板的规矩，我们戏班也得守着程老板的规矩。我们家有的是钱，这点都不算问题。我们并不是想都拿银子都领赏，我们是想保住了这个规矩。那您给他们安排安排，给我来一出我没听过的。我们商量一下。您准备去吧。好。他们才百家之长，融会贯通。走走走，来走走。此乃武师说话实验，没有假，脸红什么？精神焕发，怎么又黄了？嗯，防冷涂得辣，哦，他们说你是许旅长的人喽？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。哦，胡彪，那我来问问你，你什么时候跟的许旅长啊？在他当警察署长的时候。听说许旅长有两件心爱的东西。两件珍宝。哪两件珍宝？好马快刀。马是什么马？马行的马。刀是什么刀？指挥刀。何人所赠？皇帝所赠。在什么地方？牡丹江五合楼。对，都答对了都。不，别慌别慌。我问问。行，你去。哎，我得问问你啊，你既是许旅长的人，上回我陪着三爷去开会，怎么只见着了栾平栾副官，没见着您呢？对呀。崔旅长，我胡彪在许旅长那儿不过是个走卒而已，哪比得上人家栾副官？出头露面全是人家。那我问问你，你来到这个威武山打算怎么办呢？投靠崔旅长，你好步步登高。今天出的门槛，跟老大就是这样的不信任我，可有点儿不仗义了吧？哎，我们也是为了我们寨子安全吧，对不对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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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也得问问你。那你怎么走了这么些日子？八楼崔队长，我胡彪这趟来的可不容易啊。嗯，说说。百头山被攻破，我在白松湾避了几天风。白松湾啊，就是栾平他三舅家。你见着栾平栾副官了？见着了。哎，胡彪，那你来了，栾平栾副官他怎么没来呀？栾平。嗨，一言难尽。
进。图献给侯专员了，您别着急。他的娘娘笑脸，为什么笑呢？酒力，这个时候啊，我趁他醉得不省人事，我就宰了他。不能啊，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。嗯，哦，是，对对对，有钱为证，啊，有钱为证啊，老胡这有义气啊。老胡，你接着说。哎，他的打算，我有我的主意。嗯，你怎么着？你怎么着？我图现在你的手里。今日我
遂心肠。好，老胡啊，你是献土有功啊！我现在准备封你为威虎山。咱们几个人呢？六个。老七，拿酒来祝贺老七荣升献土有功，劳苦功高。上酒，酒来。一日同庆功酒，当君恩仇誓不休，来当堂献献丑。啊，现在才笑。哎呦喂，老太太这是来听相声的。行了行了，我忍了半天了，都笑死我了。哎呦喂，我没见过这么可乐的戏。没见过，刚才说了啊，他要说他没见过，已经说了没见过，没见过了吧？没听过。我们这次穿越到清朝，然后那个时候是不可能出现样板戏的。刘太太他想听一些没听过的，然后这个可能在节目里就属于一种跳进跳出的形式。我们反正玩挺高兴，也成张庚折的够呛。哎，都累成这样了，我呢，我还一段。哎，啊，班主，诸位老板，哎，你们听我说。我家的表叔住不清，没有大事不登门。非说是亲眷又不相认，可他比亲眷还要亲。这都是表叔啊。爹爹和奶奶齐声唤亲人，这里的奥妙，我也能猜出几根。妈妈和爹爹都一样，都有一颗红亮的心。你们都会了，我们跟着您就会了，高兴高兴。我们的口号是什么呢？要想吃得饱，哎，就得身体好；要想身体棒，就得把戏唱。嘿，好，好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家里人呢？家里人把那个啊准备的东西拿出来。哎呦，看上啊，吃饭去吧。哎呦，谢谢。我觉得弄得还挺好玩的，但是说心里话，我们的功夫差的还太多了。但是呢，真的希望观众看了之后呢，千万不要说我们去亵渎京剧，因为我们真的是用心在演，但是我们能力有限，我们没有童子功。但是我们就希望用一种好玩诙谐的这种东西，让更多的人喜欢上京剧。哎，咱们走吧，下台吧，走吧，下台。好，走。傅老板，您是？啊，这夫人，夫人，累成这个样子了，累的，多吃点啊，多吃点，累的，累的，累的，这是心灵上的伤害，特别大啊，还心灵上的伤害。啊，有老师等着我们呢，老师好，老师好，欢迎各位掌柜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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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儿啊，我们呢就来一节画脸谱的课。好的，待会儿要让每个掌柜学会自己画脸谱。脸谱艺术历史悠久，中国戏曲理论家翁偶虹曾撰文说，中国戏曲脸谱胚胎于上古图腾，滥觞于春秋傩祭，聂入为汉唐代面，发展为宋元的图面，形成为明清的脸谱。
戏曲中的脸谱主要指镜的面部绘画，红为中，白为奸，黑为正，黄为残暴，蓝为草莽，绿为侠义，金银是神妖，而丑则因其扮演着戏剧角色，故在鼻梁上抹一小块白粉，俗称小花脸。请每一位成员抽取一份，然后给大家半炷香的时间来进行记忆。这个谁要是抽个花脸，基本上道尔顿。哇，我这也太花哨了吧。曹操。关公关二爷，谢谢，太适合你了。这个五花马呀，张飞呀。你们现在把样式都记下来。我的天哪，我先拿一个纸描一下。对，打个草稿嘛。宝哥，给宝哥，作弊！没有听清联系人。导演，我们结巴呀，把现代物品收走。我把手机，我主动把手机交上去吧。我没有嘞。画花脸它有步骤，先画眉毛，先画白白色。那我那个美猴王是花脸吗？是花脸。那我得先画白的，先画白色。白色要先把这个脸型的这个头型把它去勾出来。可是那我那个高脸全是白的怎么办？那就打底色，以白为底，整个把它打白。满脸都是白的吗？天哪，这个也太考验记忆了吧。我们什么叫勾脸呢？勾脸是用笔来勾画，在脸上来勾画。悟空是吧？悟空，你看我又抽到孙悟空了。是抽的啊？没作弊吗？抽的梅花，真的。勾脸一定要用笔来脸上勾。可以是吗？我一回头，你好像蜡笔小新。我看看。蜡笔小新，陈老师，我这个画完底白画什么呢？画眼圈，先画眼，直接呼啊，眼睛其实可以略过它。反正这块是黑的，对，你其实只要把眉毛画的浓一点，前面加个勾就行。但是我肯定画不出来。小，这眉毛是个小逗号，一点往下。中间是就是个圈啊。我觉得我已经渐入佳境了，天生就是个美猴王。我想重画一下。想重画？我怕电视间有吃饭的观众一看到我这出就恶心。烦人，这张画得烦人了，本来挺可爱的。你看你现在这个脑门啊，画得跟个红牛一样。你别是红牛绿牛的，我还算有点，我这个还算有点那意思。你先告诉我，你原来找的是谁，按照谁的脸谱画的？我也没看名呢。张黄的有点像典韦。黄脸应该是典韦。黄脸的典韦。刀一马，红脸的关公啊，战场上，白脸的曹操。接着来，有的呀，还真能看出点样来。有的真是不知道是什么。班主，关老爷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。但是严老爷规矩可很多呀，很多是吧？第一条，49天。不进女厕。第二点，要斋戒沐浴，然后你勾上这个脸以后尽量不说话，戴上髯口以后是绝对不能说话，上台之前先拜三拜青龙偃月刀，然后拿着刀上场，直到下来之前不能说一句跟戏无关的话。懂了。
老爷的眼睛呢不能这样直白，他是眯着的，他是丹凤眼，所以他的眼睛平时是不睁的，一睁开一个就必然要有人死。你眯着点，眯着点。哎呦，这眼睛画大了，跟蝙蝠侠似的。啥？这不是镜子里的自己。啥？大家回去执行任务。最后五分钟啊，抓点紧啊！先画完没有奖励啊？先画完有奖励，但我们得知道你画的是啥呀？电位。电位啊。嗯。我除了看着那个，不也给人干仗时候拿枪挑一下子吗？那枪一下呲牙上了，给牙呲掉一颗吗？嗯。哎，那一呲牙的时候，人说电，一下就把牙呲掉一颗。受不了你。跟他倒挺搭，怪咖。经济妆画好了吗？是艺术，画不好这个恶心。好，来，大家都到前头来了。来，小宝，从你这开始说。这个宋小宝画的是典韦，相似度有40%。这个姚远是关羽。我觉得他还是不错的，起码从颜色上他是用的都对。嗯啊，85。来，贾华，除了下边以外底下上边都可以。80。好，80。那个猫你看看，这你看看这猫，这猫你看看谁压的。不是，你看郭老师这多像啊，走向。然后这个下面那胡须，然后眉毛。你这歌舞剧。猫啊，他的追求很努力，但是没有做到。所以我认为可以达到50分。蝙蝠侠来出来看。来，程咬金，一窝猫。蝙蝠侠。这个除了脑门上的两块绿和那三块红以外呢，其他基本上没有什么。就本儿都画对了，剩哪都没画对。好，30%吧。张飞，这个相似度有点高。相似度。雷哥，这个我觉得可以达到，给他90。90%的。谢谢。哎呦。来，猴，美猴王，太棒了！美猴王，火眼金睛，一个筋斗云108000里。哇！美猴王已经可以达到95%。真是，心里爱他就能做好。来看看角的。哎，我觉得这个环节吧。咱们就可以往下走了。老师，如果你给过10%，我都不要那85了。你说争个95%、90%有什么意义呢？最后大家出来以后，咱们江湖还得再见。您非得给那贬的一文不值，把这台贴没意义。咱就下一环节吧，直接。您说，来打开你那个，直接改。打开你那个脸谱，也打开了啊，怪寒碜的。不是，别洗脑了。你给你穿个脚尖鞋，往那一这么一站，大娃。唯一没有蓝的地方，他画了蓝。我哎，还真是，相似度有3%。行，好吧，蓝、红、黑、白4%。谢谢班主，好吧。嗯，每一个脸谱都有它的意思，每一张脸谱都代表着一种内涵。为什么说京剧是脸谱化呢？一上台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物，白脸的就是奸诈的，红脸的就是忠义的。黑的刚正无私，黄色就是残暴，蓝色就是绿林。有一首这个京歌，我想你们都听过，叫什么来着？说唱脸谱。说唱脸谱。你别看这个金条，他这个脸谱没画好，但是他知道这首歌。本来没到啊，大无语猛。好。白练了，我这学。
这叫角儿，您知道吗？这范儿咱不能丢啊！这，哎呦喂、哎！哎呦，急得满脸通红。以为会勾个脸就怎么地？95%能怎么样啊？说你呢？为什么我勾的不好？角儿我都不自己勾脸，六个人给我勾呢，知道吗？没错没错，下次我给您勾脸。哎呦，跟你们这业余招不起，这是接着往下，接着往下，您去练基本功去吧。走了。金刚跟金箍，你们先留下一下啊。大兴家带着他们练功去了，在洗练脸。好嘞，今儿咱们啊，咱又请两个角儿来啊，你们两个去打打下手，哎，打打下手，当个助理。对，棒角就是当助理的意思呗。啊，欢迎登录独家视频平台爱奇艺，观看节目完整内容。每周日20点全网独播，爱奇艺 VIP 会员抢先看一周。马起来，扛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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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扛，蹭蹭蹭蹭蹭蹭蹭，哇！扛起扛，嘟大大长哦，五声，嘟来当，蹭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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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蹭，杨海的地儿，危险，好危险。哇哇，好厉害！哇！大大长腿来，蹭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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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好，哎，蹭蹭蹭蹭蹭，高腿扛，大腿，唱，唱，蹬蹦唱，踩，唱，好，漂亮，好，好，好，哎，你们上前，上前来，过来，你们到这儿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老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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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咱们呢，戏班里，不管您是谁，往台当中这么一站，首先就得从龙套学起。别以为跑龙套很简单，其实不然。如果台上他要是出错了，咱们戏就演砸了。龙套也叫流行，是传统戏曲中扮演兵卒夫役等群众角色的统称，由于所穿均是各色龙套衣而得名，一般以整体出现，四人为一堂。京剧舞台上常用一堂或两堂龙套烘托声势。咱们让今天先从拉山榜亮相，手眼身发步，这是第一项最重要的。你把山膀拉开，都错开点，把山膀拉着，拉开。哎，这次怎么还在活动活动呢？得先把膀子拉开。好，咱们呢都有碗水，来，师哥把水搁点上上。不渴，不用了，师哥。这刚开始练，没事，渴的时候再喝。来，每个人肩膀上放上碗。啊，肩膀上放上碗，对，放上碗，这儿放上碗，汤汤对，两个肩膀都要放吗？都要放。不、哦、不是这个，别动，他跑偏了，偏了，碗砸了，重新来。哦，那这成本太高了，浪费了。别动。对了，咱们戏班啊有八字口诀，都给我记牢了。双目平视，双目平视。齐物高低，齐什么？齐物高低，旗子千万别一高一低，咱们龙套往那一站、旗子都得一样高、齐物高低，明白。然后下头我、端正严肃，步伐整齐，前后兼顾，左右看齐，肩膀别端着。哎，对了，师傅，是不是水洒了？再来一碗啊！嗯，对。What？
角儿是京剧艺术的灵魂，是表演艺术的中间，俗谓四梁八柱台柱子，而京剧艺术正是角儿的艺术。旧时角儿演出都有自备的戏装，而为他们保管和着装、卸装以及引场服务的人即称跟包。由于这些人员需要依傍主演为生，故被统称为棒角儿的。我这脸皮都快搓掉了，就一天谁不是啊？化了五遍妆。你俩好好的，等会儿准备伺候角儿。哼，啥角儿啊？我再说一遍啊，这椅子是角儿坐的，你要愿意坐你就坐，啊？他没来之前，哎呀哎呀。哎呀哎呀哎呀！干嘛呀？老板，是您能坐的吗？啊？干嘛呀？干嘛呢？哎，你们干啥呀？干嘛呀？刘老板，您来了，啊，这里边请。这不是你助理吗？这个。嗯。是不是啊？别上来就穿帮了，上来就说。坐，来来来来。刘老板，我跟您说一下啊，这二位啊是今天伺候您的，您选一个。我选你。选他。啊，我选他。行，过来吧。刘老板看上你那是抬举你。那什么刘老板呢？这是我兄弟。我来，哥，这么行？干啥呢？这边今天特意说让我串一下，把你配合配合。剧组让你当角儿，扮相老好看了，让我伺候你啊！对对对，跟刘老板说话呀，客气啊！刘老板，啊，对，你站，干什么玩意儿？天道，这就是你要伺候的角儿。这个刚入门的学徒呢，得先懂得上茶，给我上茶，哎，平时都是小刘给你递水，那倒行。哥上茶倒行，你要当角儿啊，兄弟，哥告诉你，哥从来没严肃过，也没严厉过，对不对？咱说实话，对不对？咱得说实话，哎呀，这么些年了，你跟哥身边，哥没有说是黑呼的那个。你过来，姐跟你说两句，你来。不，我让哥给我说乱了去。行不行啊？这学徒啊，你这给我整冒汗了呢。你大方的，你这样，没事。大方的，完我大方，大方别闹，哦，不许闹了啊！不许闹了！你让哥怎么伺候你？放这儿，放这儿，来，哎，对对对，我在。刘老板，对，我在。刘老板吗？啊，再来一遍，来来，哥给你，我再来一遍啊！给你搭戏，对，我再来一遍，好好搭个戏。不许闹了，哎，来吧，来，重来啊，重来，哥给你搭个戏啊。这儿啊是角儿的座，嗯，你要愿坐呢，你就坐着，但是后果自负，好吧？啊，角儿来了，来，对，刘老板，哎。您请坐，请着。什么呀？您喝茶。这什么玩意儿？给我怼上。挂上了吧？哎呀，搁那这就当了。娟儿，我给他取去。我上后。好 ，OK。好，谢谢，这从此就不带了，给我说好啊。这个新进的学徒呢？哎，啊，个熊，你话不能用就说。哎，刘老板，这样您先扮上，好不好？一会儿时间来不及了。来，师傅们，给刘老板扮上。啊，哦。啊，胳膊好酸！手拉开，手拉开。你能帮我拿？我鼻子痒痒。哇，好酸！我在真痒痒。哇！思想集中，哎，节奏统一。啊，好，咱们呢，现在就开始跑圆场。好，网给他们拿下来。啊啊！哎呀，杨哥！哇！哎，我这没人拿吗？哎，我这不错吧？好，有你，
带着跑圆场来，开始走，圆场跟上。手端起来，手端起来，端起来，步伐压着，好，停。哇，哎呦，哎呦，米老板您来了，里边请。哟，哎呦，这又是哪位米老板？哪位角儿啊？今儿呢，就是他来伺候您。站远点说话。哎，好好好，米老板。今儿就是这个金菇来伺候您，快点，我慢慢渴了，上茶。来米，好。喂，烫，你这皮糙肉厚是吗？试不出来这水烫呀，赶紧给我换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我给它吹吹行吗？哎，离远点吹，离远点吹，讲究卫生。来，米老板，您再试试。凉。什么情况？你吹大发了？收走，收走，收走，收走。哎呦，冷。快点给我们拿手捂子，赶紧，手捂子我们冷。哎，我热气的上火。您觉得怎么样？丑。你为什么老说一个字呢？赶紧，快一点儿！我跟你有本事说丑，你给我扔了，快一点的，赶紧！什么情况？你就作吧，你就作啊！真是的。那愁怎么办？戏服能下地吗？挂上。米老板，我看这个时间也不早了，要不您也办上，让这个。这什么呀？这个搓搓手。这什么呀？这是金主爸爸给的。合手吗？拽呀。合。那个那得合，师傅们，来来来，快快快，给米老板办上，来换。今天晚上就有一出打出手的戏，那有四杆枪，四杆枪呢，头杆枪极为重要。四个师哥，来把枪拿上，教他们呢，这个枪扔出去，一个个接，接完了你再扔出来，他接。每个人感受一下这个枪怎么扔，好吧？扔枪不杀，哎呦，反了，反了，近视大眼，哎呦，我害怕，怎么办？啊，又要瘦。劲儿大了是吧？哎呦，丢人！你伤师傅了啊？对不起。这么接，对了，你再这么给我丢过来，对，掉个头，对了，聪明再来，别歪，别歪，要正头直的哈，高一点，对，要直的，哎，有进步，往高了赌，有进步，有进步，好，很好，很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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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，有进步，有进步，但是要检查一下，第一段。丢，挺好。来第二队，我这太简单了，对，看看，好，好，好，有进步，有进步，有进步，比刚才好。就你了，你看，来，咱们最笨的大师哥出场了。我大师哥扔这个扔的老好了，好，小心，哎呦。嗯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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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么轻松。我的天哪，这什么呀，这都什么呀，这都什么呀，这都什么。哎，你干嘛呀，你赶紧的。
多亏我没上弦儿。出去出去出去！这赶紧给我轰出去！这小命这也太过了，让你热场子，没有让你这么来的鸡鸭鹅狗猫一堆人，快点的！去吧去吧去吧！去吧去吧去吧！我刚才三丫明天没正事儿，领那帮孩子上聊闲嘞。你这活怎么干的？真是的！谁给我弄的？渴，快点，我们老板渴了，上茶。你过来低下头。等，等。他只会说一个字儿吗？等。走，好。你慢点跟前面谈啊。那你上前面走。哎，你把那个那马鞭给我拿来。马鞭不是马，拿个马鞭。快。学习的时候你这像个学习一样，站那儿站。我说你看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您这个我正要说。不是刘岩，对对不起刘岩，刘岩你教我这个是什么活？这个叫马烫子。马烫子，哎哎哎，在京剧里叫马烫子。对对对对，京剧里就这么一点啊。也是啊，嗨，学一遍啊，嗨，是这样的吗？还是对对对啊，啊嗨，那你放开点，你大声。谁是老师啊？你大声，你大声的，哥你大声，你大声的，你大声。像你像老师，你教透了，你要你像雨一样，你要不就别教，要教你给我教透了。哎啊啊啊嗨啊嗨，对，顿顿把烫烫令，好啊，嘟八大的气，疼。啊，就这一个范儿，嘟嘟嘟啊！我学会嘟，我学会这儿了啊。这个角儿一看就不如我们哪那么多话呀？渴了，快点儿。左手，右手，右手是吧？啊！哎呦喂，我的天哪，这什么情况？你干什么你？我怎么了？你干什么你？哎呀，烫死了！刚跟你说让你换的，你可不烫。哎，你手上的老茧，你手上老茧是有多厚啊？你摸不出来烫啊？哪烫？你不仅皮糙肉厚，你舌头还有问题啊！烫吗？烫。学戏呢？学戏呢？干什么呀？吓着我们老板了？你谁呀你？人学戏。这里一山不容二虎，这俩老板应该分两屋装。对呀、啊。不都一个屋容易掐架。骂骂起来，他说哐，前杠杠杠，前杠前杠前杠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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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杠起来扛，倒上，嘟，霸，大，扛，霸。不对，这手这样吗？这样吗？嗯，啊，啊哈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啊？呀，不是什么什么玩意儿？好，好，电电，这是什么？这我是那么做的吗？我是那么做的吗？刚才啊？要扔高一点，霸大的长，彪大长，彪大长，大得唱唱蹦蹦，唱才唱，好好啊，不错啊，不错，你再来一遍，你急眼了，你急眼了，兄弟，你快点，你急眼了，你再来，行吗？不是，啊哈哈，你闹玩还真，你快。你赶紧让他，我都不说你老这。哎，长生班的。哎哎。太吵。哎，是是是。真是。你小点声啊，别吵着，别吵着米老板。你天都不顺气了，这。能待就待这屋啊。跟米老板说话。帮我学戏不？太难伺候了，你怎么把两个角放一个地方呢？啊。我说你老板从来没有这种待遇，你们是怎么干活啊？你们啊，你们小心我今天告你们状！我跟你说，干什么你？你说那个大脸脖子，那是巴巴的，一马翻了翻了，就这小虎牙吧，我给你掰去。哥，你说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还人身攻击了。咱俩就这一个马烫子，是不是在这儿学了十来分钟了？
就一下都烫不来，一点没让你认真。啊哈、啊！老板怎么着？您说。走。嘿。你看我老板说走，你不管是不是？谁走啊？千万别，那个我让棒您的走，不交了。赶紧的，我们要走。我不交了，你把这人放了。这帮人啊，太不懂事了。这就是长生班啊啊！抱歉，走吧。抱歉，诸位。实在不好意思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我的天，实在不好意思，二位老板实在不好意思，那个我现在去找班主去，您二位先歇着啊。那个好，刚才那个打出手，每个人感受一下好吧。开始，一跺脚前后跳。对，好就是后劲有点大啊，太吓人了。走，跺脚。哇，下来。哎呦，我吓人了！哇哇哇！哎呦，你们可扔好了，要掉了就算你们的啊！我一跺脚，你们就扔啊！哈哈哈哈！我先试一下啊，先是旁边，在前边。哎，对，好。鞋别出去啊，海璐，别把鞋踢丢了啊！好，开始。不行，好，跳你最好。京剧的跑龙套也是会功夫的，而且他们的功夫可能不次于绝，他们需要把所有绝的功底全部学会。像踢那个红缨枪。其实扔要比踢其实要更难，什么时候该踢其实他们都是要配合。对我的定义是这样，我觉得跑龙套的人是最难的，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。今天呢表现不错，咱们就结束练功了好吧。好，感谢师傅。哇，谢谢，感谢师兄们，谢谢老师，谢谢师傅，没事过来啊。张班主啊，我得跟你说两句啊。你这新学员不像话呀。哎，来，程老板坐。这是站没站相，坐没坐相。你说我就教他一个马趟子，就那么一点儿啊，前面那么一点儿，尤其那个。啊，哥来。哥。夸我呢。班主，人都带到了。说。学得快，学什么？你说，你不说要说吗？你不要说事吗？我都不想说什么了，班主。今天啊，我们这个，你来了，吃饱了啊？张班主，我可就直言不讳了。您说，米老板说，唱了那么多年的戏，我就没见过您这班子这么杂的。真要说我佩服什么样的角呢？真有能耐拿出来，是骡子是马牵出溜了，我们先看着了。真有活，真行，哎，我们敬着您。结果呢，什么都没有，进屋是装角。把这金刚给我弄到一边去。啊！不能这么无理，金刚。给他绑着，给他绑着，干嘛呀？给他绑着，看看。我跟你说，我们米老板平时多么少言寡语个人，被你们自己今天给我叭叭一路了，我这工作以后怎么做呀？我不干了。我说一路走好啊，你慢点。作为我个人来讲，就是哪怕一个扫地的人，我都是很尊重的，因为我毕竟从那个层面走过，真是没有什么拿，我敢对天对地说。没有一颗心说拿他们当助理那么去使着换。你们这个样子做呢，确确实实是不对的。别再强词夺理啊，不见得非要说今天争个你死我活，争个你对我对。宋小宝，首先呢，我们长生班请来二位，一刘老板一米老板来跟我们一块唱戏，我们应该有待客之道。刘老板米老板身上有的玩意儿呢，咱们真的是应该学，但是呢，
咱们这班里啊，也有一个人天天喊我是角儿，啊，角儿是怎么回事啊？说你呢，就是你这孩子呀，金条。角儿应该是什么做派？角儿 啊，我觉得是这样，角儿是有两种，嗯，一种呢，你出来说，你出来说，对，角儿是有两种，面对这边说的，有的角儿呢，你别看他台上不行，但是他做人行，哎，我为什么老说我是角儿呢？我做人那是个角儿，做戏我啥也不是。人生定位太准确了。角儿啊，什么叫角儿？身上真有能耐，对，要戏德有戏德，要人品有人品，这才叫角儿呢。有些个人啊，唱戏没三年，保镖能弄五个，出去啊，出去，是不是？人家一说还把表镖撤了，给谁做样子呢？对呀，大家都是行里人，您多大能耐谁不知道啊？咋就带五个保镖呢？汗都下来了。哎呀，程老板比你腕大多了吧？程老板身上边上我还没看见过保镖呢。在我们这个戏班里有句话叫“学艺先学做人”，做人好，他一定会受到大家的喜爱。反过来，一个人如果做人不好，他一定是失道寡助。念在他们啊，初次。很多规矩不懂，所以我觉得可以谅解。来吧，程老板说得好，都过来，站在这儿给二位老板鞠躬致歉。好嘞，咱不久就要跟着程老板进京了。程老板为了你们能在京城立得住脚，特意请来了一位故友，也是一位名角，明天来给你们指导一出像样的大戏。今天时候也不早了，赶紧回去养精蓄锐。再见，告辞。告辞，早点歇息。哎呦喂，已经来了。哎呀呀呀呀，大驾光临，大驾光临，我这个是酒后多时啊。哎呀，这不朱老板，朱老板吗？张班主，张老板。哎，快，大家见过啊。您、哎、好，见过朱老板。这就得叫祖师爷了啊。祖师爷好，见过祖师爷。来，请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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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朱老板远道而来啊，有失有失恭迎，有失恭迎。还我呀、啊！我这赶紧马不停蹄，我就往这儿跑了。我这跟程老板商量了，嗯，要跟着程老板要再一次进京了。京城我们不能说带着现在这个戏就去啊。您来啊，带着这些孩子。朱老板可是见多识广，多少码头全都跑过了。那您看，我们这想让这几个孩子同时都上，哪出戏更合适啊？程大老板，我倒是有一个拙见啊，有一个拙见，但是就是要委屈我们朱老板。哎，我没关系，我。但是我知道您是六场通透，哎，文武昆乱不挡，不挡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嗯，咱们来一甘露寺，甘露寺，龙凤呈祥一折，一折，龙凤呈祥，其中一折，回荆州，回荆州，哎。乾隆年间表面维持着百业兴隆、歌舞升平的局面，让阴风弄月、传输地间的生旦戏占据了上风。本朝重武功，更重文治，要不是这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的，哪儿来这么多好戏子啊？到了道光年间，国势日非，列强入侵，割地赔款，大清建成风雨飘摇之州，王朝政治的昏聩腐朽与戏台上下的沉湎萎靡，促使程长庚开始将思考的目光转向舞台剧目的革新。36连台本戏《三国志》的推出轰动京城，顿时间，这些忠君爱国、两军对垒、扬虚眉之气的老生戏、武打戏，成为了道光年间占据京城舞台中心的主戏。
穿越团即将上演的这出《龙凤呈祥之甘露寺》，就是根据《三国演义》第54回中刘备过江迎娶孙权的妹妹孙尚香的故事改编而成。您先挑乔轩和这个孙权，您挑一个。这乔轩一定是您来啊，朱老板，乔轩您来。我来孙权吧。不如从命了。好，朱老板，那就是，我反串一个太后。这是老旦的活啊。老旦的活、哎。对。好。您不是文武昆仑不挡吗？行，谢谢。那我们这几个孩子，咱们就分分。我们这有一擅长文武丑都行的。哦。金刚，你站出来。不行啊！哎，你行，金刚，你站着。金刚不快，能跟老师在一起搭一回戏、金刚来那假话。哎呀，朱老板的假话我没有，我认说实话。不，这个角色叫假话。是东吴那边一个，那是我对历史不了解了。哎，回去恶补一下啊，咱几个都要恶补一下。这个提调来赵云吧，提调。哎，我像我可以。那你得减减肥。我减。姐，咱们得先定刘备啊。刘备据说是很帅的。很帅，那就姚远吧。感谢，年轻一点。刘备，我挑战一下。啥？有人不愿意了，郭老师。有人不愿意了，都嗓子眼都不舒服了。你那个没事，你们聊你。看看这不愿意的给什么角呢？金条是唱念做打都好，但他颜值是。也好。那咱们给金条来一吕范。吕范有角的有话的都说完了吧？朱老板完了，有角的。对了，那其他的正好委屈来些零碎活。咱们家现在就四个，咱就来四个这个宫女吧。也行，多一太尉呢。您给我也安排个角。哟，朱老板，这多一个老太太。我最后这个老太太就像国泰下场的时候，我要坐车呀。您的劳斯莱斯司机是吧？对了，我差一司机呀。行，没问题。那现在咱们这角色就算是分齐了。好，这出戏啊，咱过去没唱过，对咱们来说是一出生戏，正好二位先生都在这儿呢。小宝啊，你今儿算是来着了，你就跟着朱前辈啊，我伺候，跟着前辈一起学学艺，好吗？你这段是重头。程老板，我们这几个人交给您了，好，行吗？好，金家算是功练的好的，好，那金家就带着这个女角啊，他们练这个，带着一个女角四出头，车也给你，车马带着你们来，那就。分头行动吧。好，告辞了，告辞了。哎，告辞了。哎，这边是前台啊，这边是前台，由这边上。上。传佳话，上我的来了，来也。我估计可能我们就直接站在台上了。我啊，对，我肚子站好了，捂着肚子站，捂着肚子站好了。我们要跟你们反吗？左手在上，兰花指，宣旅反赏点。吕范进佛殿，领旨，很好，领旨，好，就一直站着。我们还有点别的动作吗？没有了。什么有啊？什么呀？我们是有戏的呀，啊，那有人物的呀。什么戏？我们是宫女嘛，站在台上不动，然后最后大师兄上。哎，我就上了啊，我推着车，不是这么推的。行，没你放心，我自己这点戏我能弄明白。好。我就下去了，那让人上车呀，上车啊！对，我先上来，我定在这儿。哎，老太后，请上车。你没有台词，师兄。我给自己加一句嘛，那我好不容易演一个，我还能不能？没有台词，到时候你要习惯怎么办？你下去。好，我下。老太后，请下车。请下车是什么？请上车。然后老太后开车门完上车，上车完以后，我开车，嘟。你把那个嘴塞上，你没词儿啊！来张嘴啊！不是，他不是请上车下去了，好跑到前面，
然后在后面一转圈下去了。就是我跟着你一直走。对，完事儿了。完事儿了。结束了、哎，在这之前你们得站四十分钟呢。对，我们最后走的时候要跟观众打招呼，要看着吗？还是没有？在京剧当中不许这样的。就演完龙套，演完也不知道演的是谁。我们就是一颗菜，我们是抱团的。就是我们是绿叶，对，我们是抱团的。抱团。以前就觉得龙套可能自己不是重要的角色，那可能你也不需要花很大的功夫去学或者去练，但是这一次下来觉得龙套更重要，因为你主角在上面唱演，可是你一定要做好你自己的这份职责，他们的使命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一样重要的，也都是缺一不可的。退出去斩了。斩了此人，与尔何图不利？找不好那个韵律，也找不好那个味儿，真的就是很献丑。大舅我错了，一个字还错，不是却是横。哎，你可以加一个却却哼。中国的语言之丰富，京剧的魅力也恰恰在这儿。它的词很简单，但是每一个字的韵律都是完全不同的意思。磨砂了，磨砂了。就是慢慢的，我发现真的要好好的去学一下。邪气无遮、啊。尽我所能的把它做到什么份上，我就唱成什么样。狂切狂切狂切，不就是快点，再快点，狂切狂。口尖太后。口尖太后。嘟的时候你要趴下。哎，对、我特别开心。就应该这么玩，咱们走进京剧这个氛围里面了。嗯，咱们从方方面面来讲，水准就没法比。所以说这个舞台交给人家，咱踏踏实实当个配角，我觉得是最对的一次。玉儿，好，不好？哼。祖师爷，您不化妆啊？我这就老旦就这样。哦，就这样，就什么也不化。对，要他一化，他就年轻了。这也挺好玩的啊。哎、染口，哎，这都是这是惨的，中年以上了，五十上下。像这个黑色的，就是三十上下。哦。这个白的，就是六十往上走。哦。上不封顶了就。五分钟啊！点瓶水吧，太渴了。哎呀，这亚当小超太快了，速度型了。这眉毛不要勒一下吗？别，怕疼。前有诈就不为恭敬了啊！这是哪国的旨意呀、想必又是二千岁的旨意呀！二千岁上佛殿，领旨。太后有旨，二千岁上佛殿，领旨。参见母后。儿啊，甘露寺外的埋伏可是你的旨意呀？儿臣不知，须问吕范。传吕范。遵旨。吕范进佛殿，领旨。见太后。你甘露寺外的埋伏是你的旨意呀？微臣不知，乃是佳话。哦，这是一句佳话。啊，
太后，啊，我东吴有缘大将名唤嘉华。哦，传嘉华，传嘉华上佛殿来也。只要上来胆子大，一心要把刘备杀。不要杀了啊，老太太知道了。老太太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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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我接下来干点啥？卸去武装。好，卸去武装，卸去武装。哎呀，这老太太知道了，事儿可就大了。卸去武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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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卸去武装。咦呀，这让老太后看见了，可不得了。嘉华求见。嘉华叩见老太后。甘露寺外的埋伏可是你的主意？哎呀，甘露寺的埋伏也就是刀枪剑戟胡越狗叉，是什么带尖的带刺的带眼的带钩的。老太太，我是一点儿都不知道嘞。全身披挂还说不知道，推出战了。哎呀，老太太，幕后杀了此人，与儿化主不利。他们定计害你呀，你还与他们讲情？幕后开恩。啊，太后，辛苦老爷讲情，总是要准的呀。好好好，还不谢过辛苦老爷。哎呀，谢过辛苦老爷，谢过辛苦老爷，谢过太尉。哎，谢过太尉，谢过太后，谢过太后。哎，谢过太后，滚了出去！哎呦，好，滚了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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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哼，今天要杀刘备，明天要杀刘备。今天要不是刘备给我讲情，我这吃饭的家伙事儿就叽啦咔嚓就没了。从今往后，谁要再说杀刘备，谁就是刘备的大舅子。哼！你哼什么哼？说好话你还哼哈的，瞅那损塞！儿臣告退，太尉代送，领旨。多谢太尉。相貌如何？果然不错，选择良辰吉日与他二人完成化妆。领旨，起驾回宫。起驾回宫。老太后，请上车。哎。
车不是我的呀。哎，您那外国货呀，改了我们这红旗了。啊，这更适合我这身份了。早着，不错。